全身一枪带走的狙击枪 Q33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鹰，我手上拿的这把枪是 Q33 把，看好靶子是40米的距离。打腿伤害100，可以做到45米内全身上下一枪带走。这个时候有的兄弟们都已经看出来了，这把枪不是 Q33。 没错，这把枪就是删了资源包的狙击枪 HDR。 如何删除武器的资源包，我前几期有讲过，不会的兄弟们可以去看一下。在两把枪的数据对比方面上， Q33 的各种机动性完全领先于 HDR， 唯独有一点就是 HDR 可以做到全身一枪带走，而 Q33 击中腿部则会造成90的伤害。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玩家是习惯 Q33 的枪械手感的，所以说在删除资源包之后， HDR 的枪械模型就变成了 Q33。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Q33 伤害变高了，但是机动性略微削弱了。通过我这么多局玩下来，真的感觉不错，只要打中的都是一枪带走。虽然说相比于 Q33 开镜慢，但是也没有很慢，并且它的屏息时间是要比 Q33 时间要长的，既可以顺局又可以架局。摇晃的红酒杯，摇晃的红酒杯，嘴唇上染着鲜血。